来证明说大伟说的话都是虚实陈述，不然可以接受刑法伪证罪起诉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了解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现场主证人就用这个证明进行。麻烦从知道场与贵属指定到名约日。证人结文讯问前知道场，念哪里？贵属。贵属2011年度他字第487号侵占案件为证人，当据实程序。我还有九条案件呢，我给你陈情书，还有九条案，我告的不是侵占而已。念完。好。那么当据实程序绝无逆，还有第一条此举公然侮辱罪，第二条他无人事物刑法第13条故意罪，哈，这个警察，然后还有诬告，因为我还有诬告罪，因为我们已经有被判不起诉，还有诬告罪。好，然后在我还有另外九条在我的陈情书下，然后现在就又来是后来最后因为他不还我电脑，因为拿了这个不该拿的物，他告我是妨害公案。念证人结尾呢？好，贵属2011年度，好，他字第487号侵占案件为证人，当据实程序绝无逆事增减，此结证人中华民国2011年2月22日，好，拿我不该拿的东西。来，我先跟你讲了哈、哦。然后刚待会问你了哈、哦。对。这个案子的卷我都已经调出来了。好，我希望你好好说明了、哦、可以可以。如果你是乱告的话了、哦嗯、那如果涉嫌那个诬告罪嫌的话，检察官会依法侦办、哦、可以可以。好，来，了解吗？可以啊。好，来提示。好，侵占罪加上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检察官都还没问。我跟你讲哈、哦嗯，第一个，对，讲话声音不要那么大。哦，好，可以。第二个，嗯，看着我，按照检察官指挥诉讼的程序。可以哦，卖我讲一句，你讲十几句。对、哦，那我们也有第四条可以自己陈情我们的东西，因为你给我的东西，你只判一条，你给我的通告只有侵占罪而已。可是我按您申诉是告九条罪呢。那个是一个。哎，那是你诬告呢，是你们诬告，我告的是最主要的条，最主要的告罪条是诬告哎、欸，你给我写的侵占罪，我为什么要照你的不来走呢？我可以去先提出来啊，这我有的权益啊。对吧？那你不要听我说明。好，可以去。对啊，哈、哦，第一个啦，哈、哦，我们那个案由都是一个例子啦。例如说，你今天告了一个、10个也好，啊，你如果盖了100个，我们那张纸写得下去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可是你应该主要的程序是诬告。讲完，好，讲完，你把告笔多少钱？我跟你讲哈、哦，你如果不服从法庭秩序的话，在民法上有妨害法庭秩序罪，在这里我可以请你出去。可是我有权可以解释，因为我难道是哑巴？我就让你摆布哦。难道我经常你说我今天你告我这个侵占，你说我诬告了，不要反告我。然后侵占问题是他拿了我不该的东西，而且你今天那个字条你们寄给我的通知叫我去拿，寄到户籍去，谁是我已经留的地址不是户籍在警察局，我是留我的住所不是户籍，他给我寄了户籍，所以我当然要讲啊。你说完了，我不能让你们摆布啊。你说完了，说完了，很好，来提示了啊、哦。好，100年生字的哈、哦，对，2269号侦查卷，对，所附的啊、哦，请卷内，台湾台中地方法院，100年生收字，第3065号，对本卷的哈、哦，警方是依法执行搜索，有意见？搜索票你应该看过吧？我看过，问题是很好笑的，他没有人事物证据。好，我今天他又是不起诉，我们今天讲证据，没有证据。还有今天我为什么会叫？你要不要办？你要不要办？我先看一下。我不用。那天他在哪里抓我？我问你。来。他在我的大厅，我们要证据。我只要证据，我不用看，因为他给我看了，结果为什么还判不起诉呢？所以我告诬告啊。我跟你讲，第一个，对，你情绪不要那么激动。而且他拿了我不该拿的东西。第二个，你讲那么快，对，我们机关笔录都没记到啊，我记你有什么用？嘿嘿嘿，都让我记啊，我要记你的一家的屁沙讲一堆，骂得很爽，笔录都没有记到。好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录音的话，我们还是要以这个笔录记载为主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对，说心平气
讲完，好，那我把你的意见递完嘛。他有搜索令，然后我才告他，就不起诉，我才告诬告。有搜索票，嘿，警方有搜索票没有做，这个你不否认啊？对，在大厅，而且大厅没有人事物证据下搜索。是啊，他们呢，在没有人事物证据之下，时间地点呢？人事物时间，人事物大厅啊。我的 office 一个那个大楼大厅，嘿。他们在我们大楼的大厅呢，在没有什么人事物时间地点，在没有人事物大楼的大厅时间地点，知道哈，没有了哈，人事物时间地点，时间出纳地点，栽赃我证据的情况之下，来搜索我，然后出纳了哈，出纳时间，然后出纳地点等证据的情况之下，来逮捕我，搜索我，来我。嘿，搜逮捕，然后我有配合他，好，对，证据下来哈，对，搜索了哈，对，逮捕我，对，所以怎么样？然后我有配合他，你有配合他怎么样？对，让他上去搜索。啊，我有配合他，让他上去搜索。到我的工作室。是啊。然后我开门了。我的工作室就是十二楼、三十二楼。他们五个警察。五个警察，对，怎么样？然后五个警察，我都配合他们，他还给我铐手铐。我有录影带，有给你们一份了，哼，现场全部抓的。这个五个警察来了哈，在我配合他们搜索的情况之下，他们还铐我手铐。那你觉得扣你手铐是违法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能对你扣手铐。因为我有配合他。我又不是大型犯人，你们五个人，你这已经就犯了那一条了哈。刑法第十三条，他又叫我签名，陷害我签名。他一进去，等一下，我在这还没记完，你还没行进呢哈。没，我先从案头讲好了，好不好？知道了，先配合一下法制。你说在我配合他们搜索的情况下，他们还靠我手铐，我认为这样是违法的。没有，那个手铐是之后的。那你不是说他靠你手铐违法？没有，那是之后在搜寻之间，我们先讲一样来的。对啊，他靠你手铐是什么时候的？第一条在楼下大厅抓我，就是公然侮辱罪。第二条我配合他们到我的房间。等一下，你现在扣手铐先删掉后面。我配合他们搜索之情况下，我认为是公然侮辱了，对我公然侮辱了。在大厅抓我是一个第一个公然侮辱罪的情形，第二个，然后我进了工作室让他们搜索，警察说明没有说明。等一下，好，你的太多点了，我也不要紧张。好，一个一个标一，公然侮辱句号二，公然侮辱了。第二个，然后就是我一进工作室让他们搜索之下，然后他没有说明，一直叫我签名，拿那个单据。好，然后我他也嘿。叫我签名，妨害风化，一签我就完了，还好我有律师顾问。那你签什么东西啦？你还没讲。妨害风化罪的三收据。有这种收据啊？有。